最近开心吗？不开心。晚上好呀，晚上好。哦，没洗头，就这样吧。因为今天洗的话很不划算。第几没数耶？晚上好呀。今天洗，明天又要洗。后天有公演了，谢谢 APOSTL 送的荧光棒。洗头怎么还划算？因为当女生洗头就是很麻烦，特别是像我这种头发特别长的女人。今天吃的饭明天还要吃呢，你当女人就不会这么说了。晚上好呀。不洗没事，还是得洗。不就是上公演不洗头会那个的，会不给做头发的。我这不是画了吗？只是我没画完，画了一点。你们好直男哦，嘴巴涂这么红还说我没化妆。当女人就剪短发，为什么呢？谢谢铁血丹推送的0.1分，谢谢铁血丹推送的0.1分，谢谢铁血丹推送的0.1分。不化妆也可以，化吧。我们那四大夫说不让不化妆直播。天哪，我嘴巴那么红，还没化妆啊！人家没有化妆，也没有粉状，一点粉状也没有。呵呵，我嘴巴是就是天生就是这么红润，气色也天生这么好呢。谢谢乖乖仔送的一分，谢谢乖乖仔送的一分。哪个斯大夫，哪个斯大夫都说花大价钱点的墨酸奶，因为我们这边太偏了，我们这边简直是郊区，还上高速呢。不是不让化妆，是不让不化妆。对呀，我们连续三天公演，爱了，好喜欢啊。不用仔细看，晃眼看也是。不能给你们讲中心在哪儿呀。没有，我这就是眼影。谢谢铁血丹推送的荧光海。三眼皮更散，这个不重要。我是紫眼皮，都是天生的，不重要。我不知道耶，我也不知道这是哪儿，反正很偏，是个郊区，然后附近都没有什么商圈。就是唯一那个楼下有家便利店，要么就点外卖。你们猜出来跟我讲那就是两回事儿好吗？我讲跟你们猜出来那性质就不一样了。拆盘卧室，你那个17号我公演完就有握手，很厉害的样子，确实就跟之前在广吧一样，就是有时候特殊公演就全团都在。晚上好呀，晚上好。感觉是在，不用感觉，我就是赛眼皮，就是赛眼皮，就是赛眼皮。别问了，别问了，赛眼皮无罪，赛眼皮。三眼皮门永存。
我爱我的赛皮，不用强调了，总比单眼皮好。我没有在意，是你们在意，你们在那说，我可没说。是呀，我感受到了攻击。22、24的就是对，因为我们要连上三场。谢谢天天送的荧光棒，谢谢黑白白送的玫瑰花，谢谢闪光鲤鱼王送的荧光棒，谢谢和贝斯瓦来体送的40个荧光棒，谢谢 thank you thank you， 谢谢天天单推送的0.1分，谢谢天天送的0.1分，谢谢天天单推送的0.1分。谢谢乖乖仔送的0.1分，谢乖乖仔送的0.1分，谢乖乖仔送的0.1分。这个山楂的好好喝呀，我觉得墨酸奶最好喝的就是山楂，虽然我只喝过两个口味。别尬行吗？别尬，家人们别尬。谢发发送的荧光棒，尬的我想下播。中戏还没有看诶，还没有看。我们来这这么久都没去看过中心，一直待在酒店，但是我们酒店住到月底，再告我真的会死掉，再告我真的会原地爆炸好吗？中心建好了还没有建好，月底差不多。我们的房只续到25号，续房只续到25号，但是我还是挺喜欢这个酒店的，床很软。啊，是酒店的床都挺软的，很喜欢睡酒店的床，因为我们中心的床就是那种大学宿舍的那种很小的一张床，就是那种木板床，然后要垫很厚的垫子，就是要把自己当成豌豆公主才睡得舒服。还好赶上了，对呀，不用自己收垃圾，缩甲醛。那个别墅应该是早就建好的，只是可能要装，就是装一些东西进去吧。自己铺个厚床垫。好的，我在学校的时候，学校寝室我都铺3层，因为那些床垫感觉睡着睡着就会塌，睡着。羡慕，不用羡慕，因为我们是很多很多人住在一起，就像那种农村呐、啊，但农村一家人也不会超过10个吧，我们是几十个人住一栋，这有什么好羡慕的，是吧？这有什么好羡慕的？又不是说，几个人住一个大别墅，连农村那种都不如，农村你一家人。最多不超过10个吧。还是觉得广巴那种公寓很好，而且我们还是公用的洗衣机，公用的厕所，真的就是广巴那种很好，一个公寓那种。对呀，公厕还是公用洗衣机，哈哈。广巴就是每
个房间都有一个洗衣机，厕所也是自己的。嗯，以后 CGT 赚钱了，可能会那个吧。不爱卫生，大家都挺爱卫生的，小偶像都很爱卫生啊。几个人啊？不知道耶，还不知道。不是三个人就两个人吗？新梦居然都有了，应该挺酷的吧？嗯，但是他们还是说预算不够啊。好美的女人，这谁呀？我是你爸是谁呀？那是张子欣。哦，不好意思，我才是你爹。我儿来了，我儿子来了。谁让你取这种名字的？快给我改掉。改掉，换成我改。对对对对对。真不喜欢和别人一起用，谁喜欢呢？就是大家都想有自己的洗衣机、自己的房间、自己的床。当然有些人他还是希望，不是希望有自己的床，但有些人他就是喜欢跟别人一起睡。月底住中心，插个玻璃，我不轻易插玻璃。我要轻易插玻璃，我不成擦边主播了。我要当擦边主播，肯定比在这赚钱赚的多，是吧？我到时候，我要是干那种博主，我擦边一个号，我吃播一个号，我美妆一个号。这不比在这里赚的多，但是咱们有追求，钱不重要。才怪，钱重要的要死。是的，喝的山楂。一切为了钱。谢谢天天单推送的蹦迪。我都不好意思说我是正经人，开玩笑，开玩笑。是呀，是木酸奶，山楂的。我这个不正经，不是那个不正经，就是代表我这个人。没那么严肃，哼。周周人家哪擦边了？人家是正经的性感。我也没擦边，我只是嘴巴喜欢擦边，我人不爱擦边，我是口头擦边。周周就是那种，因为他。本身身材就很好，所以他穿什么都很性感，不可能说让人家一直穿什么大 T 恤大裤子吧。是的，那个字也念擦吗？口嗨。我那天跟那个中中他们一起，我才知道就是那个什么嗨在广东话居然在里面是脏话。
虽然我不明白为什么是脏话，因为我听不懂。然后我让他们解释吧，也没解释出来个什么东西。不能懂，好吧。那你们广东人看到这个字，岂不是很敏感？上两天班又可以休息，真好真好。我们明天后天再后天每天都要上班，明天要复盘。广州大半白混，你不看看我在广州那大半年我跟谁在一起的，我周围都是川渝人。问住问了呀，没，他不解释。特别好，素质低，笑死！谢谢铁血丹丹送的一分 ，Thank you。没有没有，不是大明星，那种大明星，其实我觉得大明星，他们已经忙过了，就是他们成长的时候是很忙，但是成为了大明星之后，我觉得反而应该没那么忙。真不好说，好吧。在广州是有重庆，我本来就有重庆话，我在重庆上大学，无法解释。因为我们这边的脏话不太一样，懂得都懂。我们这边说脏话不是那样说的。哦，对哦，可以网上搜。等会儿搜，我的求知欲非常的强。笨蛋宝宝的感觉，哪有？靠这个睿智的眼神。四川鲁迅太文化都挺梗，感觉成都有很多那种网红当主播，不要瘦了。没事儿呀，我之前看那个不要搜挑战，就是那种都是让那些博主去搜那种很吓人的东西，什么重庆红衣男孩，还有什么那个清创，就在百度上面搜出来就是一些很恶心的东西，你都不敢搜。我也不敢搜，但是我之前骗我朋友，我说就是比如说那种微信的聊天记录，他就会就是有一些瓜就在那个微信聊天记录里面，就比较猎奇，然后我自己不敢看，然后我就发给我朋友，我说这个好好笑，你快看快看，然后就被我骗了，哈哈。就看了，差点没把我骂死。红衣男孩我听他们说玩过这个剧本杀呢，这个还有剧本杀，东郊记不知道。前段时间我们经常玩海龟汤，大半夜都在玩海龟汤，那段时间不是那段时间，反正就是不忙的时候，就是大家在化妆化的后台化的一半，好无聊呀。然后我讲的海龟汤他们都猜得出来，我就觉得很没意思。看，对呀，鲁荣鱼是什么？德亚特洛夫事件，对呀，
能不能给我形容一下？我很好奇这些东西，其实我很猎奇，但是我自己不敢看。十宗罪那个小 case 的啦，有一次睡觉之前还在讲，我们还在讲鬼故事，就是那种在恐惧，然后我当时就把被子蒙着头，然后就是这样，就是吓着吓着就睡着了。你们知道那个海龟汤是怎么来的吗？我不信每个人都知道。登山死了，但意外就是舌头没了，这是什么？直播看鲁荣，吓不吓人啊？我搜一下呢，不会把我吓死吧 ？B 站有没有那种恐怖图片？海龟汤不是，就是海龟汤的由来。海报超喜欢，下次一定来看。下次是多久？不准说下次一定，你要说具体时间。下周我说17号呀，直接要公演完。不吓人，真的吧？就是有没有图片啊？就是它纯音频文字还好，没有图片不？我害怕，解释一下，就是一个儿子，他喝了一口海龟汤，然后哭了，这是为什么？好的，没有吓人的图片。播到几点？看我心情。端午节不知道我不，口供就被孩哦哦，没有图片就好。端午节不知道，关端午节还没出，不是哭，我害怕。眼睫毛怪怪的，怪就出去别看。孤岛上和妈妈里的味道不一样。哎，你是知道还是猜的呀？太咸，不是太咸，就是味道不一样。但为什么不一样呢？想不想借我给你出海龟汤？好呀，谢谢，实在太可爱，送的荧光棒。嗯。不是，肉质不同，是也不是，是，继续猜。对啊，然后我说加推你那个，好像记得，不是最正宗的海，是也不是，是很简单的这个。谢谢铁血丹丹送的0.1分。不是女朋友，他没有女朋友，他只有家人。不是太闲了，小学听过啊，我以为只有我没听过，当时具体哪一天不知道，是因为差不多了，哎，是你们猜的也差不多，是因为他喝的汤。就是跟他喝之前喝的海龟汤味道不一样了。他之前喝的海龟汤是他爸爸给他，因为他家里面很穷，然后是他爸爸割肉给他煮的海龟汤。然后当他喝到了真正海龟汤的时候，他就反应过来，哦，原来我之前喝的不是海龟汤，是我爸的肉。然后他就哭了。哦哦。刚刚百度了，怎么不猜呢？猜才有意思。原来
好，我现在看一下那个鲁荣鱼。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发生于我国的一起真实案件，鲁荣鱼2082号惨案。故事发生于2010年，一条名叫鲁荣鱼2682号的渔船上，出事地点位于东南。13分钟啊，还好。这里渔业比较发达，盛产鱿鱼。在行程当中，鲁荣鱼号上一共有33名船员，因为矛盾激发，船上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血腥屠杀。最终导致就是真实的呀，其他人都惨遭杀害，剩下的11人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那么究竟当年发生了什么，又是什么让他们举起了屠刀把同伴残忍杀害？深夜鬼故事，我该把这个标题改一下的，我本来不想播这种的，直接本来想随便播一下，再也不相信人类了。这是那种互相残杀的吗？猎奇之辈是呀，又能看美女又能听鬼故事，这不一举两得。好吧，虽然我今天不美，头也没洗，妆也没化完。俗话说好，靠山吃山，靠海。对，这些渔民也不会别的，祖祖辈辈都是以打鱼为生。既然近海捕不到鱼，那他们就想个办法去远洋。开个倍速吧，太慢了，他说话速度。毕竟要去很远的地方捕鱼，有的渔船出海要几年才能回来，渔民们都是有效老少的，本来就不太愿意去。所以远洋捕捞公司一般都是比较缺人手。山东荣成市新发谢谢你，就是这家公司。该公司你们真好。别太宠我，太快了，又有点太快了。谢谢何志群送的9个荧光棒。鲁荣鱼。好。是呀，我就是预警。社会性。那就是真的喽。可是2010年我已经出生了呀，为什么我不知道？我今天才知道，你们给我讲我才知道。害怕的样子，我可太容易害怕了。但是我现在胆子已经放大了。我现在玩密室，我去单独搜证我都不怕了，我都变成保护别人的那个人了。我以前都是被保护的。那么这次的行程是整整2年，从石岛渔港码头出发，前往秘鲁附近的海域去捕鱿鱼。捕鱿鱼？由于接下来的你好，不什么突然说？首先来给大家第一次是吧？实际上，他们中的很多人实际就是想不认识，或者是太残暴了，他有不良社会哦，就是他当时被压下来，后面才那个的。背景比较复杂，但是我们大致可以讲33个人，3排。首先是船上的管理层，领头的是船长，为了更好的记忆。杰克船长，让我想起了那个泰坦尼克号 Jack。 什么电不是电影，是个解说。所以他要储备好多年，虽然中途有补给船可以补给，但是那个费用可贵。所以他上船前就在公司预制了165条香烟，从床铺一直等到顶上，看起来很杀人。最后一个帮派就简单的称为内蒙帮吧，因为他们都是一群长得人高马大的内蒙人。他们之间这个是那个鲁荣鱼，称呼他为包子哥。当然了，船上也有些中立人士，其中有一位是大学生，他的目的就是想出海玩一玩，顺便赚点钱。这个大学生戴了眼镜，我们称他为眼镜。船上一共有33个人，其中有18个人都是第一次出海，甚至为了凑齐人数，其中至少有10多个人新发公司都没有来得及给他们办船员证。这其实是属于偷渡行为，不过几个船长并没有告诉他们。晚上好呀。上下两集呀，我看的这个哦，确实是上集。感觉很多那种事故都是在船上发生的，有点害怕坐船了。虽然被救了回来，但是严大福就换成了夏大福，这或许已经预兆了接下来要发生的不同。航行过程中，还有之前我知道那个韩国的，他们有一个
就是船翻了，然后好像是全是高中生还是怎么的，还有人在手，还有那种手机上录下来的最后他们在那求生的视频，我看了觉得好难受啊，好难过，就是因为那个时间隔得很近，就很就感觉发生在自己身边那种。哦，好像就是这个，就是那种还有那种学生用手机录的，他们最后在那儿求救打电话那些，啊，那个船已经垂直了，可吓人了呢，有点害怕坐船，很久没坐船，在广东那边应该有很多船坐，命运的差哈。其实我们以往的国度那个开头就是在坐船，我们就是蹲在旁边的人就是一艘船，然后他们三个是人，我们蹲在下面的人就是船。献祭呀！啊，对呀。说起鸡皮疙瘩了，感觉氛围到这儿了。今天眼妆，因为我没怎么画，我平时都把眼妆画，今天没画。只有自救的活了下来，天哪！延伸的后续提示，去看看。自救他自救怎么活嘞？谢铁血单推送的一分，又赞又爱，就是我本人。但是我现在胆子已经比以前大很多了。这个不清楚啊，这个不清楚。咱们看这种社会新闻是真，就是社会新闻就行。怎么还在算数学呀？会游，我会游泳，但是我现在只会蛙泳了。我以前还会自由泳跟那个仰泳，但现在我只会蛙泳。但是我不会那个漂浮，就是漂在那个水面，我不会。广州江夜景，成都应该没有吧？成都只有河的。还有重庆的那个嘉陵江那个船，好坑呐！我当时本来想坐的，因为太贵了都没舍得坐，幸好没坐，听说坑人的，很厉害，会狗，没事儿可以学仰泳。对，我只有蝶泳不会，当时后来很久没有游了，就差不多都忘完了。游泳好像是我唯一擅长的运动，但是这个技能吧，平时又展现不到，游得很远。当时可以一口气，我当时训练的时候，我老师就是基本训练之后，他每次都要让我游多少，游五六个来回，然后才让我下课，说你必须游完这么多才能下课。金色印象坑吗？金色印象不坑啊，金色印象很好，金足印象才坑。金足印象全是他做的，他吃的全是碳水就算了，没有什么肉，而且他碳水还做的不好吃。但是没办法，你成都就是金足印象比金色印象要多，且那儿且金足印象。搓麻哦，我知道在那种水，就在那种河里面有麻将桌，边在那洗脚边在那打麻将。兰桂坊好像挺，坐小船游一下府南河，我好像去过府南河，那个望平街是不是在府南河那儿？会游泳，拍水着了展示，拍水着我们是在棚里拍的。游泳比赛，谁有游泳比赛？长乐不过没东西吃，长乐在哪？顺口玩都取经。
这别太爽。金族站，对呀、但是我觉得金族真的很不好，而且它装修特别旧，像那种。像那种不正规的按摩店那种，而且灯光很昏暗，不像金色印象就是看着很正规，然后里面装修也比较新。水浊但不是早就有了吗？排队要100坐船 ，Oh my god！ 反正我也不是很喜欢坐船。游泳只能在公园划水，我划过一次是在手牵手的时候，因为我跳，因为那天来姨妈了，我觉得还是收敛点吧。大家好，这里是奇闻观察室，我是长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进按摩店的什么鬼》。如果说开膛手杰克是最令人害怕的杀手，那么十二宫杀手则是最神秘的杀人犯。十二宫原为天文术语，是每年太阳。那金族影响是道本吗？汇合十二次的位置，凶手利用死与十二星座结合起来，制造出杀人密码。他热衷于这种解密游戏，并将他的杀人密码给到公众，与媒体、警方、民众玩起了猫鼠游戏。故事发生于加州，加州是美国西部太平洋沿岸的一个州，面积位列美国第三，而人口则是全美第一。凶手就是在这里实施了他的连环杀人计划。每次作案之后，猖狂的凶手都会给警方和媒体寄信件进行挑衅。信件的内容主要是炫耀他的杀人经过，信件里还有四组密码，凶手称只要警方破译了这些密码，就能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可惜的是，几十年过去，到现在为止，仍然他也老带队友去，看起来就不正经案件。最终，黄道十二宫杀手所犯的案件，我不是带别人那个，我是被带的。那么在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小卒印象又是什么？怎么这么多盗本？新，对呀。1968年12月20日，还说怎么没听过？都觉得他没听过，因为我出道造型不好看。开门被吓跑，笑死！黑丝包、臀裙、高跟鞋，吓死我了。当时大卫还有呼吸，可是由于伤势过重，很快就去世了，也没能给警方提供凶手的信息。警方通过现场取证，自己当时这对小情侣，当然不是啊，就有一辆车停在旁边。上次是跟队友去的，金族影响。出道公式，出道公式照不就是出道造型吗？因为我们刚出道的时候，时常都不能换造型呀。哪个？谭苏慧跟蒙小丽。1969年7月4日午夜，咱们去的都是正规的，好吗？据幸存者迈克尔·马格的描述，当天他和戴了尼·菲尔因一起去度假，刚到一个高尔夫球场附近，两人决定在车内温存一下，但他们不知道。主要是在广州，感觉没有什么像金色印象那种。但过了十几分钟，这辆车又开回来了，这次停在他们车的后。二十场才能换啊！耶！耶！恭喜恭喜，哈哈！好，我在这里幸灾乐祸，你们有新人的粉丝别骂我。什么意有所指？头像有不能换，对呀，当时头像也不能换。然后当时我也不爱说话，我直播也不会说话，当时还不会语言擦边呢。上海去，我上去过上海，但是没去过上班。晚上好，谢谢阿尼送的九分，谢谢阿尼，双 Q 双 Q， 谢谢妈妈，高 Q。是心好吧，成长的太快了，哪方面的成长？淋过雨的人才想把别人的伞掀了，是的，但他们的造型都挺好看的呀，他们没有不好看的造型吧？现在也不会，我开玩笑的，加油，好的。什么蜜蜂？哦哦哦，官博那个，
哦，好尴尬，当时他拍的时候我以为是剪到某一个片段里面，结果他就单独发了一条。是的是的，有奖励哦。新人照片别人，我也觉得说说，我觉得他们 CKG 的，他们 CKG 的公司的照真的很好看，巨巨好看，他们 CKG 的公司照。我也想回家。凶手再次声称，只要破解了这408个字符密码，就能知道他的身份。警方很尽快破案，立马找来了专家来破解密码。1969年8月8日，擅长破解密码的唐纳德和贝尼哈德很快就破解了408个字符密码。不过令他们失望的是，解密出来的内容并没有凶手身份信息。大的内容是这么，其实我根本就没听，把它当 BGM。是的。寒心。寒心，没这么寒心过。以后应该有时间，不一定呢。谢铁铁单推送的一分。干嘛吗？下播我就不看了。下播我害怕。下播我自己看害怕。但是比如说抖音，哎呀怎么突然打了个冷战，但是抖音我刷到那种就是剪过的那种打过码的我就敢看。谢谢年年送的蹦迪 thank you。 没看，我只是当 BGM 收一下。好的，这次公示照又是蜜蜂小狗，也不是很好看，希望下次能好看一点吧。我觉得我拍的公示照里最好看的其实是就是广巴他们现在那一套公示照，但是由于我不是广巴人，那一套公示照我也用不上，虽然拍了但是用不上，那一套其实是目前为止最好看的。手机播，对呀，要是可以那种电脑就是我就可以给你们把我看的放在那个画面里面，咱们就可以一直看。不恐奇我说挺好哦，那就好。发车看，发了呀，不是微博发了吗？就是红色的那个呀，就是齐刘海那个。只是我们现在不是广巴人，不能用那一套。还有声，就是那一套声，拍了就换了。对对对，所以我现在也没有很难过，就是蜜蜂小狗那个公司照，反正也快换了。电不是电影，尸体电话图鉴，我知道那个。我之前还想说，要不要买一个那种 PDF 来看？我可舍不得特意买本书来看，就是可以在网上买 PDF 来看一下。放弃抵抗，这是一个宿命，我不认命，我命由我不由天。知道什么？就那个。快了吧，因为要总选了。去年总选他们是多久换的吗？免费的。我想，但是我没有，因为我还是害怕。就是我是那种又怂又快又爱玩的那种。怪不得没有，因为我当时脸肿了呀。总选完就换，是总选完之后换，我还以为总选前换呢。谢谢乖乖仔送的0.1分，谢谢乖乖仔送的0.1分。PDF 之家，然后什么？哦，就是其他 PDF 也有是吧？谢谢乖乖仔送的0.1分，我也参与，笑死。那种
比如说我看漫画有没有啊？我之前看那个鬼灭之刃，我就是我通宵拿着手机不是很小嘛，然后那个漫画它本来又是很小一个，但是由于太好看了，我就一个通宵把它看完了。我就是对一个东西很上头的时候，我就会一直看，或者说反正就一直玩，然后之后再也不会碰了。我之前还玩那个深宫曲，就是一个那种后宫的游戏，就是那种我上厕所吃饭都在玩，就没停过。然后玩了3天之后再也不玩了。这周更新动画，我没有追动漫，现在漫画最好。对呀，我是先把动漫看完，再把漫画全看完了，因为动漫它没有画完嘛。鬼灭真的好看的要死，特别是那个是列车篇还是什么，看的就是好感动，老想当老公。为什么这么说？哦，因为我玩后宫游戏，不是后宫游戏，是我当妃子，就是我做的每个选择都会影响我以后的身份和地位。我做错了个选择，我可能就变成丫鬟或者被皇帝处死；我做对了那种选择，我可能就是直接推翻那个王朝，直接当女皇帝。口袋 bug 打不了分啊，小尿纷纷。鬼灭 B 站中配好像不用看会员，我喜欢听日配的，我喜欢听原版。断刀村篇还没看，他现在出了新的嘛，我都没看，因为我漫画看完之后我就知道所有的剧情了，我就没有再看了。武则天差不多吧，女皇、女帝，直接单飞小叔，谢谢铁血单飞送的一分。下周动画就播完了，我等会儿去看一下你。虽然我知道剧情，但是看动漫是另一种感受。后天公演，要不后天啊，40下了，我想尿尿。后天好像又是晚场，好吧。不是，后天是五场，晚上要握手。好，我现在预留一两分钟的时间给大家打晚安，不要再说我突然下播。本来就是。是真的没有骗人。晚安晚安晚安，晚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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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不记得鲁荣宇救大命，我等会儿仔细看，下次给你们讲讲感想。刷两分钟吧。你怎么看出来了？OK 呀，这么明显吗？有点像我妈。我小时候就是我老是跳来跳去的，我妈就说我是不是想上厕所。可以记着，对呀。请注意。好啦，下了。拜拜。